啊，咱今暝啊，咱阁有安尼款好的缘，啊，咱阁再来继续了解佛的道理啦。所以顶礼拜晚顶有讲到，大致咱佛经有看到真正清楚讲，佛在世的点声，伊阮真正一个出家人哦，伊人有本事，有这个机缘，接触到咱的佛世尊参其他阿罗汉。这个身形啊，特别呢，本是真正是，无了解啊，佛法啦。这在大乘佛经内边，咱本有看到啊，佛的点声哦，真正是有阮出家人哦，伊人本是无讲学会学家真正凡顶的境界 ，OK？ 大乘佛在世点声本完的款的人了，所以咱咪讲个白露点声。哦，把路点正，我会爱我家点啊，管的境界，我看八千所真正假 ，OK， 真正假。所以尽量咯，咱尽量去学佛，我家还没看准嘛，他们还没看准嘛 ，OK。所以咱学佛第一基本的这里法啦，我人爱了解的是阿弥，所以大致这边咱会看到讲第一重要，我来了解这个五蕴咯，哦，爱了解五蕴。所以讲到这个五蕴咯 ，mind and matter，OK， 身故产生是虾米物件？大抵其他的宗教内边，咱无材料看到有安尼款的讲法的。说法啦，大抵其他的宗教内边，反正唔知路人接触的宗教是虾米啦。反正家己本身接触的宗教，包括咱的这个道教，哦，咱的这个佛教啦，了其他的变哪教啊 ，OK。所以大抵咧宗教内边，反正家己发觉就讲，伊人无解释阿弥陀佛五蕴，无，所以我是无拄着啦 ，OK。但系我接触到这个南传佛家的家事。所以我家会看到啦，大抵这部经，大抵咱这个南传佛家解释内边有讲个真正清楚，虾米叫做五蕴 ？OK， 所以大抵这个咱个南传佛的解释内边，那是咱无了解这个五蕴是虾米物件呢？咱就无材料脱离这个世事轮回。你所以大抵咱会看到佛在世的点声，因为佛边的佛边的人哦，伊人无才调解释这个五蕴。你所以啊，伊人修行讲修噶有神通来，有假那会入定，特别呢伊人无解脱，伊人无脱离世事轮回，还没修，伊人无正正去了解，他们是叫做五蕴。通过咱去了解这个南传佛教的解释哦，咱会看到，若不单有解释，这个五蕴真正清楚。你说呢？到底南传佛教解释内边呢？咱会看到真正济人啦，伊的修行的修加，会去到真正观的境界。咱咪想讲。咱建议有这个氛围，我咱会修加入定来，三摆谈到禅那 concentration， 三摆咱谈到神通来，咱咪想讲咱修行是真正观境界了。而且你佛的境界不是讲只观位。真正修行到真正观的境界，咱爱有彩条。真正观到五蕴是虾米物件，彻底的了解。当个咱彻底的了解哦，咱达到你了解啦，这五蕴是虾米呢？我人就是会有这个生命的境界了。
其实咱对这个五蕴，咱无了解真正清楚啦。咱未有，比阮一个罗汉的境界。因为阿弥陀呢，大致咱在南传佛教解释内面，咱有看到，即叫咱伊若是真正行这个修观身的路，伊就是观伊的五蕴。了观五蕴，伊真正到尾伊看到这个五蕴是啥物物件。一真正清楚看中五蕴是阿弥陀佛，了大乘经一照，谈到一个罗汉的境界。所以大乘这边问的，爱学大家在讲，咱建议，咱有一个氛围，哦，哇，咱读三藏，读个了，哇，讲个真正厉害 ，OK， 哦，了咱咪想讲，咱已经，咱的这个修行已经到怎样观的境界。我佛的这个假使伊有影爱带我人家己本身去了解通过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夫，咱真正了解五蕴是啥物物件。啊，无呢，咱果是住伫这个世俗轮回内边去面对生死、生死、生死。但那大地，咱的这个佛家内面呐，尤其是咱的这个巴利经佛教的家事，较有清楚解释这个五蕴是啥物物件。那是如果机会啦，如爱去接触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家事，大地阿毗达摩的这个家事内面呢。伊会讲得更加清楚，特别阿毗达摩的家事呢，像个咱普通安尼款的人啦，尤其是咱在地人啦，无可能啦，真正坎坷啦，汝爱去了解。除了汝有特别的这个波罗蜜啦，汝的这个地位啦，了汝爱有这个佛法的底啦 ，foundation， 汝会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底基哦，他甲真正在呢，了汝去他阿毗达摩呢，了国家赢，了国爱通过汝修行，汝若是无修行啊，汝无去白比这个按照来修这个行啊，了汝入去阿毗达摩呢，去他阿毗达摩，我看汝入去就是去困呀。啊，嗰啲十一真正 high level， 特别那是咱有材料了解哦，伊对我人修行呐有真正大嘅帮助咯。所以大致即个世间，问题上是讲无几个人，哦有安尼款嘅本事啦，去了解即个阿毗达摩啦。你所以。因为这种的实验哦，阿毗达摩这种的干事哦，伊真正深啦，伊是真正肯去了解，哦，所以真正自然就是 give up 咯 ，give up。所以咱无去了解安尼好的这个达摩哦，所以我人觉得这个行这个修行哦，修行这条路啦，爱去到真正观的境界，是较肯苦，是较肯苦啦。到尾呢，我人大部分的人啦 ，OK， 修来修去，本是大抵一个世间坏来面。第一教啦，好啊，修到去自顶出世了，就是安尼款念吧。汝的这个时代就是安尼款，汝的第一教啦，汝的修到出世大抵，未来是大抵自顶出世，所以脱离这个世俗轮回。这种的境界是我自己认为说真正不简单。所以你看啦，到底咱会在是真正哦，有安尼款的人本啊，你看有本事接触到安尼款的啊，这个深度的人、感悟的人，特别伊本事无，讲真正去了解，哦，出家人。应该是讲哦，有迄个语言，安尼好语言咯，特别唔是较了，
这本是爱看咱规矩时的这个皇帝啊，咱讲波罗蜜啦。OK， 问题白讲过了。成道，咱爱成道，爱家己了解，真正经验到这个涅槃咯，比般那的境界，我人爱有这个波罗蜜，才会使爱有这个波罗蜜，咱才有才调谈到迄个境界。但是咱有功德，咱有福报，不然你袂带人去谈到这个比般那的境界。你说这个，这就是咱爱听清楚，不是讲做布施的境界，哦。就说了，做做布施经营概念，然后伊后路大滴这个第四轮回来滴，真正就是出世好个所在了，是安尼款尔，特别未解脱咯，未解脱咯，未脱离这第四轮回咯，是讲如比面一集，咱比真正一众生较好淡薄尔，咱未去出世无好个所在，就是安尼款，或者真正一大部分就是人。哦，就是按你看，行这个修行的啊，这个做好的路呢，伊不是叫做听听修行，叫做做好的路，做好的路参修行哦，有无相的讲法咯 ？OK， 所以大部分咱看人去行阿妈哦，我还没发挥做做老药啊，长期长期做做波斯啊，哦，我来试试做做 retreat 啊 ，OK， 我还没输来哦，三日的 retreat 啊，一礼拜 retreat 啊，要 update that 就无了嘛 ，OK， 所以。五界呢，大啲出来唔知有少好无少好啊，就唔知啦。OK， 都如果伊恶嘛，伊个无恶。OK， 如果伊派人啊，嗰就无派人咯。OK， 啊，特别如果伊是一个修行人嘛，你看伊个唔是修行人咯。哦，因为咩事，你看叫伊做多啲修行方面，伊我看伊真正一人不了解咩叫修行。因为咩事，你大啲伊社会上。哦，伊所作所为，伊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与行为，你会看到伊相当不是修行啦。伊你会看到真正侪毛病，伊做侪真正侪毛病啊，嗰种真正侪操犯啊。特别伊去见阿妈，伊去做好啊，伊去去理退啊，去念经啊，对。特别阿爹咧，有咧其他的众生，你看伊表现出来，伊无啊，伊你会 feel 到讲伊唔是一个修行人。所以咱真正是做好人，参修行人无相诶咯，听到无？好人讲真正是世间真正，特别你卖搭着鱼尾啊，你卖搭着鱼尾啊，啊，伊卖失掉伊物件，听到无？了境界来诶众生，哦，像个即阵哇，你看。安尼坐好你咧，哦哇，修行不卖了，善不卖坐了咯，哦经不卖听了咯，哦对了亲戚朋友哇去 enjoy， 我唔知啦，我坐过来。所以你看，大多数人的这个课，我是有注意的话，坐生的课啊，是讲经的课，很大日子啊来的感情我啊，人数变得对的。这就讲明，伊平时伊无虾米物件做，点听 OK 咯，原来。哦，了大日子来是哦，啊，老弱是不坚持啊。了，伊你讲伊是小正常小型人咩？唔是啊。听到无？伊境界来是伊袂差，伊这境界来点听伊本是对着感觉普通人嘞，安尼款嘞人 ，OK。伊 enjoy 伊个 life， 特别在个人，我讲公比赛讲小姐嘛，哦，安尼坎坷啊，哦，是家庭来啊，是朋友来啊，哦，都叫伊放条面啊，叫继续来接线啊，继续来听经啊，哦，会拄着会将干固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修行到无到位，他们暂时是安尼看咯。哎，你讲讲修行有到一个 level， 到一个看淡嘛？这种的物件，对你 outside 物件，哦，
对卢卡无安尼，无准卢卡主张好，有机会我收，平静啊，节省啊 ，OK。伊毋是讲派到一边啦，讲无报啦，伊是讲伊卢讲伊收平，正正收平，正无安尼款的嘛，知道无？如果大致咱家己表演出来这种行为，咱就再讲咱家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到这边了。OK， 你说呀，来脱离这爱来 improve 较紧淡薄，大致你修行的这个境界方面来较紧淡薄，我谈到较关键的境界，到尾如果是爱离开大家人的生活，也无真啊艰苦的，因为咱大家人真正是外口的因缘啊。哦，来影响路人，这是正常的啦。这才是说爱脱离世俗轮回，这点啥爱较久淡薄，爱较久淡薄。除了你有影真正有好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波罗蜜，连你家的这条路你会较行较紧淡薄。了，真正这外口的因缘，伊就较无安尼会影响到咱行这个修行的路。尤其是咱对这个五蕴咱无了解，哇！所以咱常常爱，咱特别爱去追求啥物，爱互咱的这个身躯畅心，谈着快乐。反正大家讲了，我人的人生普通的人哦，爱追求的这个快乐，就是讲爱有一个目标，外口爱有一个目标，也做到我人个诶，谈着快乐诶。那是咱去追求的目标，伊袂互咱身躯谈着。心苦畅心的快乐呢？我人迄个真正就连迄个目标，我人就爱去追求的，这是真正正常的。OK， 所以等下你了解这个五蕴真正清楚的点啥哦，你会看到，其实我人追求个了目标，会乎我心苦畅心，看到的快乐哦，你会看到伊个了是无 last long 的，伊是无永远的，伊真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安尼看滴滴滴过的。所以变个我到尾点啥哦，你的心哦，会真正无爱去追求这个目标。你等下，你去换一个方法，你去行这个修行的路，点正无？你慢慢，你会 feel 到讲，到尾你叻过真正这个外口的因缘，点正无？你会看到你的心无去执着外口的这个目标，点正？你会 feel 到讲，你的心真正清净，真正无乱，真正平明。做高的抗战的点声哦，真正就连咯，这条这修行的路，这修行的路，你就是爱真正就连，你会真正归来去行了。你说呀，一个人的修行的境界哦，伊高咪抗战的，你看伊平时的点声哦，你看伊的所作所为，伊是追求的目标是啥物物件？大家朋友又在讲一个人的修行。也抗战到这边，那是咱真正该半点声去修高的抗战的点声，真正自然的，真正自然的，你会放掉世间的真正这个目标的，你变个你会自家独处啊，独处就是讲你自家爱一人安尼，哦，你咱自家一人，咱唔是靠过一日。咱唔是讲哦，真正读书还咪不买个，知道不？我修高个点正哦，我个买哦，咱个心哦，真正自然哦，伊真正甜蜜，真正甜蜜。了，你高这个抗战个点正哦，你个心真正自然，真正自然，你咪去参人了个，还咪说？因为你滴去出去去参人个点正哦，你会 feel 到，你会买哦。伊何路真正无清，真正无定，所以路高嘞，点正路唔爱安尼款的心，安尼款的迄个作乱的心，路熟干，一人安尼点定点定。特别路大一人会点啥，路唔是讲哦，食蛇啊、滚蛋啊、偷盆啊，咪无，但路就真正清楚，路的心哦，真正闭塞，路真正清楚，路无困的，路唔是滚蛋，路白路会买，路会收到真正点。啊，你属个安尼款的抗战，你说你教，你看啦，有的人伊人真正修行修到迄个抗战的点啥哦？你看伊真正就连伊无虾米爱参人讲话啊，伊无属个虾米老弱老弱哎。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人真奇怪，怪怪的哦。哦，所以对无了解佛法的人，修行的境界的人啊，伊会感觉到，哎呦，这个人这帮安怎哩款哩？哦，怪怪的，是不是走火了啊？哦，入魔了啊？哦，特别人无了解 ，OK， 人无了解，你所以。你会知一个人，伊修行到这个坎场无，到这个坎场，靠这项，你看伊的嘴较有咸无？啊，有的人，咱平时伊点声话，咱无修到这个坎场，咱暑假，虾米话，咱无暑假，讲虾米少，因为咱唔爱直笑，直说笑，有人哩点声，我就笑就讲，笑就讲的嘛，你是自然的物件的。有时问题无有会问，点声问题唔是安尼点的人的。阮这本是真自在的，未掂的，卖未掂的。你阿对咧了解佛法了，了直直修，直直修。把路，伊定定哦，咱会真正做咧，咱会即想。伊想个无虾米想，伊就无虾米想。尤其是拄好我坐，拄好我坐船坐了哦出来了。路看我想无爱讲话，虾米想。因为咱会买无物件伊，咱会买哦，咱会先无讲相当相西，等下你买无相当相西，点声你无话讲伊了，你无特别讲伊，对啊，唔知你人有 feel 到无啦？你之前自家一个看涨点声哦，你会买无相物件是，了伊阮你参你会出来人讲无物话讲了，不是你会对伊人来讲是真正奇怪一个人。所以你修到这个坎场，人讲有些怪人呐、啊，安尼你就证明讲你的这个修行是有适当 level 了。啊无啊，我看我古时我看我妈都因为伊无修仙的嘛，伊暑假爱讲，后面佮讲，直直讲，直直讲，我就卖猜伊，我就卖去烦啊，听伊讲，哦，但是我就卖管伊，哦，了一家坎坷，哦。哦，了，我人会 different time 啊 ，lunch time 会点声，哦，伊是又欢喜咯，因佛友来了嘛，啊，佛友来了，哇，又通讲嘛，哦，了一个佛友一个转伊人，哦，伊就又无灵了，阿咪说，无人讲话，你安怎好啊？伊就是讲我怪怪，我讲这个囝怪怪，无爱讲话，特别伊唔知讲我来买我。我无讲小单小西，爱讲嘛，所以就是看路人交几日，哦，伊讲伊交你月尾了嘛，年尾了嘛，哦，所以路人有交安尼款的看账未 ？OK， 哦，吹过点啊支渣，还是无支渣了 ？OK， 啊，参路我就知讲，哦，参路哦，还是听人讲，或者是咱做出来的这个行为哦。咱袂骗别人个着 ，OK？ 人看你，人参你，啊，人就知讲你一个人是安怎，你个人是安怎，人已经真清楚个着。做你年头，伊参你到年尾，伊参你会点听？哦，你若是有影骗呐，人就有声出来了，真正就连你 ，OK？ 除了你无骗呐，年头到年尾本是上白灯咯，连 OK 啦，无人讲。特别如有影，如收到我有变啊，收到有影，如会买个店时哦，如找到无你支持时哦，啊，人就会 feel 到了，人会 feel 到，了解人就散步咯 ，OK， 嘛恭喜你啦，因为你收到就会看着，哦，特别无了解人，伊就讲收到乖乖去了咯，收到变会搞去了咯，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爱学大家知，哦。等下有影，你有影修这个修行，你正这个修行路啦。尤其是你人有自信的人哦，你人有修行的人啦，有影有自己哦，你会修到你规个人哦，点无咪爱时常讲话，唔是你退步迄种，这是你修到另外一个坎站去了。这是自然啊，慢点爱你人修到有影自然啊。无讲自扎戏啊，这是爱你家己自然表演出来 ，OK， 卖装出来 ，OK， 卖装出来，哦，
真实来说，你别估的，你会让人看到的。你按照一般的是，哎，平日安尼点嘛，在关的记载，啊，这个就是真实来咯，无影的无影的境界咯。啊，比如真正小家有咧看重的点声有无？你有影有影，会无相的一个人。OK， 所以你家己接看啦，接看啦。OK， 高级。哦，你鬼鬼啊，你鬼了啦 ，OK？ 你家己 feel 到讲，你的这个心，尤其是你的心哦，有卡点无？你的烦恼卡有点无？我咧无这心的人，咱卖讲啦 ，OK？ 你那是真正有修行的人，你直接会 feel 到，感觉到无相。你头高，你鬼，你会 feel 到真正无相的。了，各有大地人说话上的真正。哦，咱个有真正因和外口的这个因缘，伫影响人。OK， 古时呢，咱修无到真正管的看重的点声呢，哦，我人会淡薄淡薄，我人就袂好事。比如讲，哦，提示热，咱分袂好事；哦，食着无好食，咱分袂好事；哦，食着好料的，咱分袂好事。咱个会。和外口的种种的这个语言哦，伫影响咱的心，清楚无？你家己爱知，我唔知，我唔知。OK， 除了你有大高慢低，慢低个会看到；你无大高慢低，慢低就无太多看到。OK， 所以你这个就是家己爱真正清楚。OK， 所以每一个人，你那是讲你爱行这个修行的路啦。你真正爱脱离世事轮回啊 ，OK？ 你卖搁再继续活在这个世事轮回内边呢？你就是爱修这个瑜伽三那时，反正爱很多人吹这个心声，吹这个所在，有加入安怎来修这个善？因为只有修这个善，你才有机会脱离世事轮回。所以大致咱的这个南传佛经的教示里面，有讲得真正清楚。干那我能修这个善，我能够有机，我能够有机会脱离世事轮回。那是真正紧，那是我能有真正好的波罗蜜，成道的这个本质呢。我能即时，我能就就有代表，谈到这个一般那的境界。特别论那是无修哦。就明讲啦 ，OK， 你是完全是无机会啦。今日真正可惜啦，可怜可怜哦，可能哦，我人已经有这个本事了。今日咱有才调听到这个瑜伽三那贤的修法啦 ，OK， 按照来修瑜伽三那贤啦。如咱也是有机会听到这种的加持哦。就证明讲，我人已经有迄个本事，谈到成道的境界。我人有机会哦，物问题是啥物？我人无帮真正坐点车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变个是啥物？我人就错事啊，错事是啥物啊？我跟我讲啥物？错事安尼看年好用个，错事就是 miss 掉了。哦，错事就是 miss 掉。本地我人只是会谈，特别因为我人哦，无帮真正坐点声，你所以只是我人下面境界分无谈。唔知你能够会记哦，问题白讲过一个故事，到底会在是点声有几个真正有理的人，真正有理的人。所以古达讲啊。这个人啊，伊若是伊有来接触，伊会家事了，用伊会家事大滴，伊会说话上安怎来修啦。这个人啊，马达那，伊个名叫做马达那，哦，伊就有才调大滴，就是神师过路。哦，伊那是真正养胎嘛，真正后生的点正啦。已经有本事了的，就不然看会到的，咱是无材料看到的。OK， 伊有材料看到这个人啊，伊那是后生的点声，伊那是行这个修行路啦。哦，伊不只是就成事故了。但是呢，伊那是
后生点只会 miss 掉迄个姻缘呐 ？OK， 伊那是中年啊，中年会点只哦？伊那是行这个修行路呢，伊就会成三果，伊会成三果啦。那是伊较有较老淡薄，比如讲中年是40岁、50岁嘛，是啊。了伊那是伊60岁来讲，伊那是行这个修行路啦，伊会赚一个。那是我甲真正老了70岁还是80岁，点啥有哦？伊那是行这个修行路啦 ，at least 伊会成一个罗汉。特别真正可惜哦，真正可惜哦，伊无拄着边仔人牵伊行这个修行的路。伊无拄到伊边仔的朋友啊，包括伊的亲戚有哦，带伊去接触咱的佛世尊。这个就是伊的无好的这个感觉，伊做乱伊咯，伊做乱伊。你说变个伊 miss 掉迄个，或者是这个程度因缘咯，到尾伊还没讲无谈。伊有迄个本事，但比伊无好个，因果伫杀坏掉，伊无拄着贵人，带伊去接触着，即种个家事行修行个咯，了伊就 miss 掉迄个因缘。了伊有个是啥物？伊拄着一班个啊，猪朋狗友啊，带伊安怎去行一个佛教啊，学佛教啊，学念咒啊，学 enjoy 伊个享受伊个生活。到尾，伊将伊个干了个家伙呢，算干了去，到尾下面分无谈。到尾伊还未离开这个世间个点只，伊福报伊算干了，到尾就去吃。我哩告诉咱白听过啊，啊，所以大地这边咱会看到真正明是虾米？只叫咱伊那是无接触到正法来讲啦，伊会浪费伊个人生咯，伊会荒废啊。伊有诶，即个好诶，即个福报功德，这就是真正可惜诶物件。所以安尼款诶人啊，你看大地佛在世点点分有了咯，了马路诶点点嘛更加有，马路诶真法无兴旺迄个，兴旺叫咩啊？正法马路大地咱诶即个社会啊，马路无旺迄个，无旺迄个，所以咱爱有机会接触了解即、这个。这正法啊，佛的地位啊，是上加是啥物？大地海内边找一支针，安尼坎坷咯，海底捞针，安尼坎坷咯。是讲咱大地边呢，我问题会使讲啊，是较有当正法，较有大地这个社会显现出来，哦，大地边呢，你都较有机会。你一脱离这个，你归港呀，你去看真正这所在啊。无正法的不便流传的路，虽然是讲咱个这个佛教内边有讲个正清楚，咱个正法是留伫这个世间5000年啦，哦，正法会待伫这个世间咯 ，exist 5000年啦。特别对真正济人吧，如我所看到个啦，正法对人讲来讲啊，一定无了，一定无了。马来西亚真正一个所在无啦，无一个正法，真正一个人无太着听到个。你说呐，一个所在伊无正法，伫迄边流传呐，哦，会使叫流传无？会使哦。了，迄边个人，伊人个所相信个，干了啦，伊人个见哦，伊人个 view 哦，干了是邪见，充满着邪见。你使有边个人，你看有边个人，嗰个金榜啊，嗰个所在啊，你看有边个人，佮了是做嘅物件，佮了是违反因果嘅。伊人做嘅佮了物件呢，完全参因果是无关系。伊人因为虾米事，伊人嘅view唔对佮了，伊人嘅即个迷信啊，哦，扮当啊，即佮了是，唔是正法嚟。特别咱未怪，咱未怪，因为咱未说，不并无人伫传正法的事。
你说，你讲好明嘅人，按照去解脱，按照去行这个修行路，按照去改变伊嘅人生，不可能。你说哦，会听到真话，咱包括咱第一哦，咱知识，咱有地位哦，就证明讲我人有这个，有这个本事了了。我这边是花露会晓善用伊无？花露会晓善用露，只是有一种嘅本事。正法露本听到了啦，啊，了修修行嘅方法露给露本学到了啦。不，花露按照去善用，好好去利用这个因缘。那是咱国在没有去善用按你款嘅好因缘咯，我人就错失这只是嘅这种因缘咯。来生呢，我就唔知了啦。后世我能够有安尼款的好姻缘无，我就唔知咯。所以，这是看咱家己的这造作啊，造化，你爱珍惜咯，你爱珍惜，好。所以，你若是爱，我看真正坐不久了。伊人有饭店请啦，有饭店请，我去参加一个旅吹，或者旅吹啦。特别我唔知讲伊人，哦，有真正外国兵学着安怎来修一个瑜伽山那些。问题达到爱额外很多人代表我，如去参加或者旅吹，如爱外国兵学着安怎来修修一个瑜伽山那些，那是有修有人教瑜伽山那些呢哦。按照来观这个五蕴哦，集中的入去，你较紧报名，较紧去参加。因为安尼款的语言，希望讲有病的先生哦，包括有病的出家人带头的啦，伊有彩条引导路、开导路，按照来修这个善咯。啊，无啊，你去有病修就是安尼款善法尔，都是修着我的善法尔，对来。本是一个普通的人，你爱去边参加伊个课程哦，参加伊人个里去哦，大条边你爱学着，了你大条边修了，你出来哦，你爱完全是无相个一个人，爱看着你出来点啥哦，完全是无相个一个人个。这是我家己经验着。我就是有时我无参加到这个旅程的点声哦，我本是上加普通安尼款的人，普通尔。了到尾我去参加一个旅程对来尔，我掌握到 master 的修行的方法了哦，了我继续在这边修哦，了我出来的点声哦，我会 feel 到我规个人哦无相，我要 handle 我的人生。我可以处理我自己的人生了，这就是我自己经验到了。你说我路人就爱自自己消化哦。你最近也接了我一帮看电视，哇，这边离去啊，那边离去啊，哇！特别我唔知道你人来电嘅内容，假路人嘅事，他咪唔听咯。问题是办公，我路人我去参加了出来时。哦，爱无相，爱掌握到这个修行了。哦，所以，我伫这边，我人第一基本爱了解这个佛法，咱是爱了解家己。问题白讲过了，我人有这个慧慧呢，是，唔是爱看到佛啊？唔是爱看到哈咪物件？我人是爱看到，我人是哈咪物件。有一个佛门是如爱学着安怎来看到家己是哈咪物件，看到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这个啦，就是有，如有佛门无必要了。这是真正重要咯。啊，无你，
你无了了一个会门路，搁对家己无了解啊！哦，了真正自然哦，咱所作所为，咱表现出来种种行为哦，本是无讲，会好家己平啊。做经济问题，都比较提点哦，较无讲真正普通啦，伊对咱首先有反应。对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有加减 level 淡薄，如果是无点点接听曼迪的经验，可能你会未了解曼迪经验所讲的这个法。OK， 所以这个就是爱和大家在建议有这个会会，哦，下面法你爱去了解，就是爱去了解这个我往下面先，了你再来了解其他的。其他的一个规划，因为你了解一个五蕴，对你是真正大的帮助。今日我人按照来吼，咱的一个垃圾心、无好的心，哦，滴滴无去呢，就是我人滴做掉这个关心的点声，我人会看到真正清楚。因为下面是大滴五蕴内面。头一项，你看到这个辛苦是安尼嘛 ？OK， 慢点加减讲啦。虽然是，哦，爱解释真正清楚是，较坎坷淡薄，除了我慢点也淡薄面对恁啦。OK， 哦，教材料向大家解释，福建话较坎坷解释。头一项，你了解这个辛苦是安尼，今日咱就是无了解这个辛苦是安尼嘛 ？OK， 咱是当这个辛苦是真正好的物件，你所以咱无了解咱这无理是安尼物件哦。所以咱就会真正自然，咱会接触这个辛苦咯。OK， 唔是讲我人行这个修行路，我人唔爱去过这个辛苦，我人这个辛苦我人不爱过好，好好的，听到无？唔是讲唔爱过的，咱爱过好，好过了好好是啥物？为了继续行这个修行的路，咱无这个辛苦哦，咱佫袂行嘛，这个修行路。所以，你无好过好好，等下有问题的点声，你爱去行这个修行路就艰苦了嘛。听到无？听到你啦，爱布施啦，爱修戒啦，爱听经啦，爱修爱戒贤啦。你若是无去好好过你的身躯，你慢慢会去做这个工作。有，所以身躯你本是爱好过，特别咱过是过，特别咱无去接触。听到无？你咱接触这个身躯是啥物啊？咱就爱尽量去过好伊清气啊，爱拨好伊水水啊，我自己爱掌柜拿刀会下啊，哦，尽量爱做好伊水水清气清气啊。啊，这个就是叫做执着。你看我人出家人，哦，我人无做这个工课啊 ，OK， 我人代表我人过去，咱过这个辛苦，可以用起来，为了后面爱继续行这个修行路，听到无？所以这个辛苦呢，哦，咱就爱了解伊是啥物，其实伊是外表咱看伊是真好个物件来，咱到底佛经内面的不但真正厉害。一个人，多滴5600年的点声哦，无 microscope 哦，没有显微镜哦 ，OK。特别呢，咱的血水中有材料，讲到咱身躯内边的干了的物件是啥物哦？今日咱若是无去听到佛经啊，无听到这身躯是啥物啊，我想真正侪人不唔知身躯是啥物的。今日我就是听到佛法。我该了解，该怎样清楚？哦，原来我人的身躯内面，这皮包的内面呀，外内面是啥物物件？我人该怎样清楚？大部分啦，无清楚的，拢没身躯内面有啥物物件，伊人无清楚的。干那在滴佛教内面讲个怎样清楚？咱身躯是啥物物件？了一个 consist of what？ 伊由啥物物件来组合的？到底会听我讲，咱讲清楚的。你轻彩去问一个人啦，唔捌听过啦，这佛法的人啦，你去问话，身躯是哈咪讲白不给的？这个是肉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我相信真正侪人无了解咯。干那佛教呢？我讲咱讲清楚，咱的这个身躯啊，是由这个。风、水、
会陀四大，那个就四大 four elements 组合的。风会追陀，风会追陀阳，地水火风。古时我无了解，咱的这神龟原来是这四种的物件是共摆伫个了一家会发起来的。无这个四种的物件，凊彩一项物件咸啊，还是甜啊，我咱就出出问题了咯。咱神龟啊，咸水、水啦、水啦，就出问题了咯。水少济，本出问题了。水少济是啥物？定定要去放尿啊、漏屎啊、漏皮水啊，呀，你水少济啊。了水咸会点啥呢？热气就来了咯。哦，这就是问题哦。你说啊，你爱，你不能讲啊，咱爱调这个四大调和平衡哦，这个是不简单哦，不容易哦。你说我人啥物事？我人的身躯，伊会变化，伊会靠病呢？会这个病，那个病呢？因为咱的这个佛教内面讲到这清楚，伊因为伊四大不调和。咱这是 four elements 哦，无 balance。你说你这四大无调和的点啥？你就是你的这身躯就是出问题了喂。这就是咱的佛教内面哦。他讲到这种的道理呀，你所以啊，曼迪讲啊，不大厉害咯。两千六百年前的时候，无 Microsoft 看呀，特别有材料看到。所以看到的点声讲出来咯。所以等下咱去了解的点声，我真正就连我咱就无去在乎了。我咱无讲真正 ，address 咱的辛苦了。所以今日哦，咱无了解这个道理哦，所以我人想讲，哎呦。我人死了哦，烧出来这个灰骨灰啦，哦，咱烧出来的骨灰，哦，我人就爱我爱用。我人小工啊，我人小工阿咪，差没有？啊，我人想讲哦，阿小刚伊就来作乱，阿妈都难听有无？有啊，讲到这边，着急哦，问题讲的物件，啊？啊，骨灰啊，当作骨灰哦。看到个鬼，我人无了解哦，这个道理，咱想讲，哦，咱死了哦，咱死了哦，了烧出来的这个鬼哦，一个有包尔个的，呀，个有包尔个，还没包尔呢？哦，咱想讲，哦，这种的物件留落来啊，会过着咱的下一代嘛，会予咱的子孙啊，好团结啊，是啊，是不是你看普通的人？有，你说啊，咱死了啊，咱就爱做风水咯，爱做风水来带咱的这个骨灰啊，还是白体咯。了，咱做这个物件，咱就讲哦，伊会利益到咱的这个下一代嘛，是啊，这就是大部分人诶看法认为啦。特别对咱的佛教的家事里面呢，哦，咱死了哦。所以咱的这个身躯烧出来了哦，这里伊是上加三百年，无物件了伊。所以咱的骨灰留落来哦，咱就有人在滴 Facebook 听个无爽了啦，问点你讲讲。咱留落来的这个物件呢，到底咱的骨灰家是内面呢，伊就无材料影响咱的下一代，还是咱的子孙了。一般袂影响到我人家己本身。到底是好的所在还是不好的所在？完全
完全咱这离开这个世间了后，咱的这个肉体呢是废物了，完全是无啥物包的了，未做半项的位。你算啥物事？大致咱的血液家事内面，你了解了，你离开这个世间的点啥，你就一头下掉了，反地海啊还是埋了啦。特别建议咱真正一个人无够骨力抗战啦。OK， 所以离开这个世间的点啥，哦，咱个爱留落来，爱留落来。反地大致白山有拄着一个安哥，我讲着一个死后伊放的所在。OK， 啊，伊长板地讲。师父，我是这个阿贵，我是这个骨灰哦，我已经买一个所在放了咯，代表无卖归类啦。吼，比如我讲卖，我就卖。按个都买达平个，我伊讲放几落时，放几落时好平。我讲阿咪是路边好平，伊讲好平。啊，贵暗呢，点点看着佛，啊，个听着经 ，OK。伊讲伊个物件啦，哦，你听了，伊个想法，伊想讲伊死啊，伊条命啊，哦，是真正好个所在 ，OK。了，问题就无爱讲这济啦，问题就叫伊，安哥啊，你闲个点正啊，你会使去条命坐一下，条命困一下，我叫伊神奇啊嘛。你看秘书，你话。因个时啊，路口边啊，窗路下咧结壁结壁，甲了结好缘，去拜拜伊，后过路去时啊，甲好做事，哦，朋友借了嘛，路白了嘛，所以后过伊，后过伊哦，路有影去时啊，路结壁甲了嘛白，路讲哎，路来了啊，哦 ，OK 咯，嘛欢喜咯，哦，要我讲个啊，阿未死时，路先去大啦，去 enjoy 边个 environment 嘛，来去路边了嘛，哦，所以人唔知，伊人唔知。哦，伊想讲，伊需要伊就是个叫天后面所在。哦，特别你唔知讲，哦，我人出事哦，哦，我人是不太条。想讲爱天后面就去个，对咱了解佛法个人是无可能个物件嘛。哇，路才着 control 路，需要我爱去这边就是这边啊，对吧？安尼我人修行做好就无意思了嘛，因为路已经有才着 control 路，需要路会去这边出事哦。你爱去这边就去这边啊，这是无可能的物件嘛，哦，所以因为伊无了解，人死了后这肉体就是无啥物件了。特别对真正一个人讲，哦，佫有一个包好多边，所以无变咯，世间就是安尼款。OK， 所以建议咱听了佛法了后，咱再讲哦，原来是死了，咱的身躯袂做半项，因为咱的这个身躯，这死了后。伊这四大哦，咱个四大 four elements 伊就分解了喂，伊就分解了喂，地水火风伊就分解了。你说咱个等人个这个讲法是啥物？尘归尘，土归土，土归土，伊个意思就是安尼嘛。哦，而且你一时完全是袂做官人了，听到无？所以真正可惜啦，人无了解。这道理我，你所以人常讲，哇，死了就是爱安尼款，所以无变咯，世间的人就是安尼款。OK， 所以这个身躯，互人知讲，我人我晓得点声，哦，我人就是爱善用这个身躯来做咩物件，来行这个修行的路。我人无这身躯，咱个袂行，个袂行这个修行路，清楚无？我人就是爱有一个身躯，我人才会继续行这个修行路嘛，是咯。所以咱就爱利用咱一时的这身躯呢，行这个修行路，希望讲我人直直修到这个本质哦，有志，我人有影，拿这个本质去谈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到尾呢，我人就是谈到无身躯。第二，咱爱知这个道理，咱莫。咱了解了，咱无去执着，特别咱爱善用伊，善用伊。买大部分的人唔是安尼款，唔是安尼款做法，伊人是利用伊人的这个肉体哦，来去享受伊的人生。你说，
有会发的人唱，无会发的人无声，就是大地这边。无会发的人是利用伊的身躯来享受伊的人生。所以变个是虾米呢？伊大地修这个修这个功德福报波罗蜜，一种的功德伊无做到，伊无做到。所以人所修到是虾米呢？不哩不哩，唔是功德。咱无求着功德，阿摩求着 demerit，demerit，demerit， 求着 demerit， 福建话讲本在叫啥物，就是唔是功德的物件。所以大部分啊，爱做我人有佛法，还是无佛法呢？这个就是看我按照善用咱的这个身躯来行咱的这个人生的路。来，今日我人有这个正法，该调我人哦。所以我人利用伊来修 merit， 就是修这功德。那是无呢？我人修的是啥物 ？demerit， 还是哪样？所以人那是修这个，唔是功德物件 ，demerit 哦。我人后世啦，我人可是会谈到另外一个身躯，我人换另外一个身躯。比即时的即个身躯更加强咯，更加强。有时个有咧考呢，你家己知尔，袂讲话。有咧考啦，后时咱谈到个啦，那是大地有咧无好个所在啊。有咧考啦，你袂开声，你考你袂开声讲，你袂开声叫救命。咱看禽兽，禽兽，伊哭，袂开声，袂叫救命。伊叫禽兽无像个咱人会贪食嘛？有。伊只枵，伊吹无食，袂开口，袂去吐。拄着好个人，随好去咯。对着无好人，个枵，个无好人，佫对着安怎？唔无好，唔止无好，侬物件佫爱踢路、刮路，这是不是正确？特别路会讲话，会讲，这是禽兽啦。大地地界呢？那是大地地界呢？好。你叫救命，他们叫。大地地界，你就是打来看嘛。比如讲啊，大地人佮经有讲啊，你做着做着恶，了你落地界，你去浸掉你灰炉，油顶的炉啊，烧甲红红的。了你浸掉边，了你安怎？你叫救命，他们叫。因为咱无这个功德嘛，你未拄着鬼影，无鬼影呢？拄着平家了是恶的人哎，了咱个谈到这个身躯，咱去还谈到这个身躯是虾米？一个袂予咱自杀的，要死的。咱做人哦，咱靠咱会去自杀哦，咱会去解决。特别大条的勘察嘛，你自杀袂死，袂死。你谈到的身躯专门就是爱打靠呢，爱尽掉你。弱弱又顶在那边呢，开个烧未死，靓咗啊，无变嘛。了做五鬼，做五鬼，未食，你无好无食，未啉水吹大巴肚枵，左边哮，滴滴哮，无鬼哮。这些人有大事会听到，这众生口，这是五鬼道的众生的。然后呢，五鬼道的众生呢，大地咱会见讲，伊是比地界的众生较好淡薄啦。伊较愿意听咯，哦，地界的伊是归伊听，上个就听说啦，就听说二十四点钟听呢。特别五鬼呢，伊唔是安尼款，伊个考是巴肚枵啊、吹打啊、
啊，无所在住啊。代表伊会讲哦，伊住伫个所在，伊开声咱听无。伊就痒啊，哇，我巴肚枵啊，我嘴大。代表咱听无？听无。所以咧，就是讲无正法的人哦，即是哦，未晓利用伊即个身躯来修功德福报。了，我人会晓做呢，是较好淡薄尔，会较好淡薄，特别卖袂记哦。我人自己内面啦，我人无在行即个修行的路啦，无修即个瑜伽山那行啦，即个行啦。哦，我人会写诗啊，无聊哦 ，OK， 无聊哦，未聊。我人所修的善啊，无彩条，会乎我人看到我温是阿咪，无彩条，我人看到这我温是无啦。我人会写诗，轮回未了。所以那是我人搁再继续啦，我人有真正济机会啦。去一个不好所在出世，阁有真正大机会咯。你说，我唔系想讲，哇！我只是做好后事，我稳后事稳咯。如果未来是今日，咱无听到正法的人哦，无听到佛法的人啊，我人会即个掩饰哦，人会即个看法哦，我人无帮真正佛。我人较侪是看目睭，咱是看即世。咱是看即世尔，真正一人我拄着诶，真正一人讲啥物啊？未来是啥物，我毋知影，无啊啦，哎呀，莫去想伊啦。遐大部分拢去问看，拢想未来事啊，说你啊，你，遐。今日我就是听着正话，我阁爱去想我诶未来事无？无听到正法的人，蛮哪有去想未来事的？你参的人，你去问看，无佛法的啦。你去问人看，你有想你未来是安怎安怎无？有咧国家好笑咯，伊想未来事，伊讲阮他妈上班的讲有平安哥，伊讲伊想的结落是有平安，伊后事就是爱求平安，伊想讲安尼款样咯。对啊，这就是伊人是普通人安尼款想法，特别我人伊。了解这是正法的人，我人看不是后世哦，我看未来是真正真实哦。你说啦，咱就是有安尼款的看法哦，有安尼款的见解哦。你说我人家只是哦，我讲较放较一 effort， 放较一这个归来心去行这个修行的咯。我人本是希望讲早淡薄脱离这个世俗轮回，我人本是希望讲爱脱离世俗轮回。阿伯呢？三十 ENT 生死轮回，咱个六道轮回啊！我人有机会去，有机会去。有一个所在，住伫咱个佛经内面讲，有一个所在特别个所在呢。那是我人无材料修着到三个的境界呢，我人就未去的。嗰啲咱南传佛教内边有一个所在啦，大部分人伊那是无修到三个伊未去迄个所在，因为咱个佛世尊，伊家己伫修这个菩萨行个，兼啥伊只做菩萨，伊伫修这个波罗蜜爱成佛，伊本无差条去迄个所在出世，迄个所在就是三个罗汉。会境界人哦，会去出世尔。你若是只是你会修到三个罗汉的境界，了你有才调大悲出世，啊无哩，有哩所在你是袂记的。了，若是咱有才调去到哩所在哦，三个罗汉的境界的哩所在哦，我人若是一去了后边哦，我人就无定下了。咱就叫安那伽弥嘛，咱里的那嘛，伊就是咱就是无定来这个欲界哦。所以大雕兵呢，咱搁再继续修，搁再继续修，修到尾来，咱谈到四个非修教，我人就是大雕兵一头去，一般那样。
所以这个就是六道轮回里面咱干那一个所在，因为咱的过世阵，我唔捌去过，唔捌去过。但是呢，伊成佛了哦，因为咱的过世阵啊，伊头一暝伊成佛，哦，伊一头有四个嘛，哦，伊的波罗蜜教，伊的本子教哦，不一暝伊一头一个教四个，这就是看咱。成果的这个本质有这个，若是咱成果本质无讲真正把握来讲呢，我呢就是一个，无过二个，无过三个，无过四个，我呢就是一个一个来去有诶一个境界。特别像讲咱个是道道太祖哦，一修甲怎样搞了，一指头或者咩一指头有指头起比较四个的境界。所以大家会在时点听，大家会见路会看到真正济，像个舍利佛啊、目犍连啊，哦，有真正济迄个像个伊家己个囝阿罗呼罗啊，真正济迄个成果啊，一人一头一个，一头有四个，一人会分几教，一人会分几教。OK， 遐阿难那伊是较花淡薄，阿难那伊也试着啦，哦，伊有。会在时点在一就一个呢，了一波了，一波不在，有了因为一分子不够，哦，因为伊爱做爱搞不大，爱只啊只无用，所以变个伊无材料讲有一个一头高四个波，特别呢，因为伊在时点正，伊有识不大，哦，伊有搞人个会水准，搞甲伊正好，了伊家己分行伊个即个出家说话，伊分修甲正好。所以一直累积一些本质 ，OK， 伊累积，伊 accumulate 啦，伊一个本质。了再离开这个世间，无到三日过，咱阿难那一头放一个一头，有四个。一暝一山那一点正一头，一个到四个，阿弥陀，一本质到。你说这个是讲本质。分级要听本钱啦，你无分级啊，你爱一头就高四个啦，是无可能，无可能。你看，大体咱个这规间内面，咱会看到真正侪一种成果的人哦，成果的人啊，伊人啊一路来归去是，但是不但有讲到伊人个 background 哦，人个背景哦。真正是这种成果的人哦，伊人到底归其事啦，伊阮唔是不打单个点声啦，哦，伊人拄着比劫会，比劫会是无佛法点声，哦，失掉一个成道的人啊，搞掉一个成道的人啊，搞掉一个修行人啊，一做你是对家己的这因果是真正有力的，真正有力的。干了成果的这种的人啊，大家咱规定有讲着啦。干了规矩是啦，伊就是有失掉、有搞掉之类。干了成果啦，即干了修行啦。你算啊，伊这功德哦，带伊到拄着不单会点声有无？不只是啊，伊人成果真正紧的，真正紧的。你算这个就是大家咱的规定内面有讲着啦，他们说 ，kiss，kiss，kiss。服务哦，咱叫做服务哦，做 service 哦，这个修行人来功德，阿弥陀安尼办，阿弥陀安尼办。伊有材料高，到家手啊人 A D N 伊无好入了的，伊无好入了的。入 serve 一个人修行哦，入高伊是修行哦，而且你入是家己修本质，修本质修甲高点先哦，入这。行这个修行路呢，你马上你就是成功了。但真正侪人唔知影，尤其是在这个时代，真正侪人无听到这种个讲事，你所以无去在乎咯，你人无去在乎哦，去阿妈去说去搞这个上出家人啊，哦，有人修改啊，去做 service 好的人啊，你人无去在乎这个物件。真可惜咯，
因教会无听到啊，就是有代志啊，有机会做，不要去做。真正是啊，大只人也是经讲啊，有代志人干那搞到一个八只狗不打伊食话尔，去搞一个八只狗不打伊个食话可以吃，伊需要后面去搞。忽然本只一时或一时的因果尔，干那或一时因果尔，到下手伊或一时都就不打了成功。都唔是讲成一个月，一头要四个月，真正是安尼款个人。所以人真正是把路用过这正坏哦，无虾米讲真戆了啦哦。所以真正是人无虾米听到安尼款个道理。我万礼拜讲大滴别个所在哦，有但是会有个后生啊，万滴会记真清楚，会记真清楚，万滴去个后生啊，点正，万滴讲应该哩。固定的朋友哦，因为点声去拉去阿妈去做保险哦，出家人啊去做 service 啊 ，OK。人听了，有咧啊，你才讲咱有问题，像个老姐安尼，爱我人去搞伊安尼，安尼看你话本来讲呢，我人是教会经讲我，这种的好事，你去拉去做，是对你有帮助嘛？特别人啊，无听到正话个，所以人讲啊，蛮得常常去告啊，告你，我出家人去告伊啊咪，你话不会讲伊啊，好像上家是啊咪叫你来做波事，我是一个负担哦，如果你讲，上家我是老吉安尼讲你，蛮得过少着一个面试咯，有一叫伊个小妹啊，还是伊姊啊，我未记啊，哦，伊了解会话了，伊去做这单啊。哦，去 serve 曼迪，了伊个姊也是伊小妹，我无话咪会记了。了伊再讲伊个小妹，然后讲伊是小妹，哦去做单啦。了伊只在伊小妹讲啊，哦，你白有条曼迪伊搞讲哦，讲到你今去告伊，伊煮回食，安尼话不会讲，这就是无正坏啦，哦。咱是看到佛经内边有讲到安尼款的做法，会帮助到你，是爱你去做吗？白你到尾你想法，咱无想讲咱去老吃，讲咱给你一个负担。所以但是啊，咱好心哦，作雷劈啊，何雷讲卡。就是安尼啦，无正法就是安尼咯，声见一大堆，所以应该无做咯，你无做啦。你这种的人无做，你讲伊会来是安怎？爱解脱，会解脱。伊无可能会拄着出家人呢。伊问伊无可能会拄着佛本来话个，因为伊无爱参出家人结缘嘛，因为咱佛本是出家人来的嘛，对。不是专门是一个出家人来嘛？了，你对这出家人，你无好感啦，你无好的 feeling 对这出家人，一般会出现多点，你头前你嘛是卖。了，这种的人，你讲会解脱咩？你无拄着这声音，这家事，你会解脱咩？建议我来会做，我建议我来拄着这声音的家事，会发就是圣者的教法嘛，哦，圣法，咱叫做圣法。我人会拄着安尼款个家事，我人会教授，我必须因为我人有教，我人有参出家人结缘，我人有对出家人有好感呐。你说我人较有机会，哦，听到安尼款个家事嘛。到底咱佛世尊，咱看真正济安尼款个人啊。哦，伊人对出家人伊无反感啊。而且你到底印度个即个风俗哦，伊人个口子内面啊。伊人对出家人真正有好感伊咯，伊讲我咧看我大印度点声有无？伊人知我是出家人来，伊知我是佛教出家人哩。但伊人本是真正尊敬的，伊人本会有 respect 咱出家人哩。因为这靠这哦，到底印度的人的心内边哦，出家人是真稳定的咯。你说出家人啊，对到底印度的人的心内边哦，伊是真正稳定的人来。因为我住伫这边的马来西亚，有但是我爬山哦，我会拄到伊个囡仔本嘛，伊看到我出家人，伊本会 respect 者个，
你无想到咧传人哦，咧唔是佛教徒呀，看到我本无飘本，唔白个啦，唔白个咧白山啦，本无讲，哎呀，师傅，无本，反而见那个有做，见那哦，你看到咱出家人，伊个有所得 respect， 伊知，咱知讲阮是出家人，你说见那个了成阿罗汉啦，真正济。诶，不单本大地，大出世啦！见哪大，见哪国家钱，见哪对出家人依然有了尊敬。反正当然钱也济袂晓，除了你听了会法，你家会晓，你家会晓，当然哦，你听到会法，你家会晓哦，要对出家人尊敬者哦。诶，无来讲诶，无晓你哦，我唔知为啥拄着无晓哦，无管你份啊。我人我一出来，我家看到乜种嘅人，我家在讲啊，学会人是安怎？不是我故意俾你暗啊，看到佢哋是好人喺度，看到佢哋是佛教徒有做。因为你出来，真正你出来唔是无会坏人啊，你看到人嘅做法就无像对出嘅人，你看到人嘅反应啊，你就会知，你就会知讲，诶，原来是无学会人，就是安尼款嘅，一无登咗是较关键嘅人。就是安尼款尔，咱不要珍惜诶。然后咱回家，咱了解咱个要珍惜，对，还有尊重啊。咱可以学这个语言哦，来支持这出家人嘛，慢点达到讲了嘛。哦，出家人伊是修行人，爱派，无讲会派他一边个啦。所以我爱看，我唔捌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学真正学无啦，所以。佢了差唔多 OK 啦，一百好过真正济在家人，所以我无看到真正学会出家人啦。伊无论按照派本被派家上个在家人啊，错话名啊，克人啦，哈咪未啦。所以我无看到，我参呢济出家人，包括大地师人家我参正济出家人啦，哦，八转啦，转本好啦，我参到啦，伊人。伊人教路，有代志加减教路啦，特别人无惊错话骂啦、笑骂无啦，因无动脚动手血人无啦，大声淡薄有啦，好无？特别讲惹错话来骂人啊，来 curse 人啊，无啦，所以我无拄着安尼款的出家人啦，好真正济了啦 ，OK 了啦，安尼卖嫌了啦，哦，因是修行条嘛，对无？咱扶持可以起来嘛，对无？对咱家己用过好嘛，所以就是大抵咱佛经内面，大抵干那巴利经了，巴利佛经内面有讲得真清楚，我人就爱照用这个修行人，伊人的这个功德来，互阮去做好，了并而等我人无了的，所以 in future 蛮得白讲过了嘛，你可能只是你做这个好的这个用过。哦，伊会传入大地未来时，伊阮无大嘛，会发无了。特别你是有读着，都着一个结婚嘛。万一可能有未来必结婚啦，有会发一点声，我人无读着成功啦。特别往日修，直直修这本子，修，哦，有滴修到本，我咧会发无了。特别我人有底嘛，我人已经有这底了嘛，所以到咧看上，我人真正自然会有思维咯。要怕这个修行咯，到尾咱家己要解脱咯。像咱是道道太祖安尼咯，是道道太祖伊就是规矩是一直修，修到好几时，好几时，第尾一时，伊要当面的伊要怕去行这个修行的路咯。伊真正主的，伊要真正自然咯。啊，无伊慢慢会讲，会讲出家修行。咱是道太，是道道太祖，伊就是修甲伊个本子搞了有哦，不只是啊，伊做了王主啊，到尾伊本是放下，到尾伊本是行这个出家咯。阿弥陀，因为伊个这功德 push 伊行这个路，伊但是无咧功德来 push 伊行这个路啦，伊不只是慢慢会出家，像个真正一个普通个王主啊，像个真正一个咧有类人啊，有哦，伊人但是无去修这个修行个这个本子啦。不咧讲的啊，未不是，像个，咱卖讲个年岁啦，咱看了为了忽悠啦 ，OK？ 为忽悠，伊人平时有行这个修行的路，有布施啊，有修戒啦，有听经啊 ，OK？
了伊烧烧烧甲到时，哦，这边有啥物出家的节目，伊有去哦，有去哦。像个路人要哦，这边有哩出啊，路要去哦，啥物事，路有这个工地，不是路去啊。特别伊买，平日安尼坐工有做咧地起的出家，啥物事，路买路买去，路无工地，不是路去吗？阿咪说，你未去入去，你未去消费界，因为你无咧工工资嘛，你无咧工地力，杀你去做咧工地嘛。阿咪说，你未，你咧工地力无力，你未 push 路。可能有安啲咩嘢，阿咪就会做，会出镜，会去入去，因为伊个工地力巴嘛，即机会来，我个工地就杀一起啊嘛。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道理吗？后面是有的人会，后面有的人没，就是功德来不高，有的功德来差。你把你自己行做话起来，哦，博士修改古诗出家人啊，我可能到了你六十岁了，这个唔过就杀你去行出家路了。未讲了，有的人在较话出家，后面说。因为伊讲得来哦嘛，伊就来呢，伊就杀伊去行。愈高嘞，通常愈歹行，分袂好咯。上个石头得太子哦，伊来呢，杀伊行，伊就是行了，袂差了咯。伊袂讲伊倒退了咯。今日真正侪人无归来嘛，无归来嘛，你说有机缘嘛，是安尼哦，哦，发条屏幕了，安尼 program 了 ，OK 了，再了。有咧，老爸，你真正坐有哦，伊人坐，伊人会平时有收哦。真正哇，采光哇，这边哦，不漂亮咯。那万点有一个会有哦，咱叫做 BB 啦，可能都白。哦，哇，你看伊一直规矩，一直做，一收一收。哦，你看吧，你，伊大了了哦，我咧工地就不是行了咯，一直去未出了咯，这边去，那边去哦。这就是讲，伊的这个功德来，不是一件了。啊，咱无我嘛，咱修无够，所以这个无够，都无相信咯。无够都无相信，伊的这来时哦，真正有来的。像讲你学的啦，学的啦，学的这个来时啊，本是真有来的，好不？想也好的来者，无好的来者来时啊，都别太。所以咱希望讲好的来啦。不会来啦，不算去行，所以对咱有帮助的，哦，所以这个道理就系哦，你再讲，哦，听正法，伊会互你帮助去行你的人生的路，知道不？真正明的，互你真正一开一条路，开到真正好的，互你帮助去行，所以你那是有影相信啦，你越来去行啦，即时你会看到伊的成果，你会看到伊的。也过，所以到尾来讲呢，我就爱看了啦，爱看大家哦，离开这个世间的点钟安做离开了咯。把路讲啊，路人大家啊，哦，修行到安怎，我哋是讲呢 ，OK。第一重要就是讲第尾的点钟哦，路爱离开的点钟哦。啊，这个啦，就是看你平时修到没看涨 ，OK， 修到没看涨，这就是来证明讲你的这修行到没看涨。如果那是到了看涨的点声，如果拍电叫慢点嘞，来念经好啊，来什么嘞，我看你就叫差不多熬了。真正坐话都是安尼款样，等我出家人哦。唔知是阿咩啦，哦，爱离开世间个坎坷，哦，定半死啊，去未去啊，哦，你按做啊，叫文丁来啦，啊，文丁啊来念经哦，我阿妈得啊，我讲伊阿咩啊，伊上次阿咩教伊讲佛教，佛教应该按做来面对死的嘛，阿咩说怪文丁去念经，对啊，你做一个佛教徒啊，你唔知咩？按做来面对死咩？你后面说过去问你念经何路呢？不需要吗？
不应该这样清楚吗？这个语言来了吗？对哦，马路灯慢点哦，是什么？杀人凶手啊！你叫我去两间可以死的，大部分是也是安尼款的。当咱是杀手安尼举剑去杀掉伊的，马路真正坐落，我嘛常常接到安尼款的电话的。有但是我看到我咧无我的咧挂的哦，我咧电话我唔爱听的，我一听我就是安尼款的人的，我惊听电话滚落马路。马路的人坎坷死咩？也坎坷死啊！台湾两间企业也好死啊！对啊，无了解，国公是佛教徒的，我是佛教徒的，国公伊是佛教徒的，佛教徒做家到未来就是安尼款，就慢点去两间会死。啊，安尼款的人不嘛？所有人归来，安弟。过来烧，死一死，卖予人知，一条点点，免念经个了。家己有好个把握，家己有自己有那个把握，自己做，自己烧。别只表面贴条关啊，这就是汝家己救汝家己啊嘛。当我人去救汝啊，我念我去念的是汝袂死哩。哎，我念了汝袂死，安怎？哥在我边餐咯，妈在我哥无闲咯。我多着一个朋友吗？我去念伊袂死哦，叫巴利曼德咯。我去叫巴利曼德了，巴利曼德去念不袂死哦。你我看伊唔知叫巴利曼德去念啊，我唔知啦。我再讲我去念伊无死咯。你我不听讲啊，伊个叫巴利曼德去念啊，不袂死咯。不袂死，了到尾伊唔知安怎死，我唔知啊，我无爱去知啊，是安尼款咯。学佛的人学安尼款唔失败啊，失败，对啊，无了解这个佛法。所以建议啊，你我人听这个佛法哦，了解佛法，我只少做啊，有成果无成果，放一边先 ，OK， 放一边先。你爱有材料面对，你爱离开世界的点点，苦咧是真正重要了。你的功夫就是大条边爱挖出来用了，知道不？啊，这个时候你知啊，到时咪拍电话来去念经给你 ，OK？ 你我去唔是讲你啊，我是喊帮你，我是骂你，OK？ 这就是境界来嘛，你爱去面对嘛，哦，咪恶噶哦。茫茫安尼，死也不见啊！哎呦，惨啊 ！OK， 所以今日问题有讲到这边啦 ，OK。我真济人无爽哦，问题讲得无好听哦。OK， 所以咱今年这个讲第一课啦，今日是第八一个课了啦 ，OK。所以咱家己对起看家己咯，哦。以托伊教你，你学佛听经，了你的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知识会教下面探藏咯。OK， 你家己去反观家己哦。第一基本的 OK， 像曼迪讲 OK， 了解你了解是阿弥陀。OK， 了解这个布施啊，了解这个修戒、听经、修善，这第基本的这个佛法。诶，知识你有清楚无 ？OK， 我是无乱考察，所以我唔知乱廿几分。OK， 所以你家己去反观你家己看。哦，我反正是对外界我了解有济。哦，阿弥陀，我爱做布施。哦，了布施，我是爱谈阿弥陀的。哦，我是做布施，点解我是伫阿弥心做？这个了就是一个佛法知识来嘛。OK， 了你反观家己看。哦，这咱个无好行，我家己无好个这行为，够存有者，了有减无 ？OK， 尤其是这个第四届，我有国家高虾米 percent， 哦，我嘴一般较甜无，
啊，我一般讲的话，较有逻辑，无较丢，无我到时刷讲话无啊，这个干扰就是你家己爱去反观 ，OK？ 你若是搁再无去反观，你唔知你的这个知识到虾米程度嘛 ？OK？ 所以这四圣道你了解哦，这个无相苦无我你了解哦，八正道你了解哦，该定位你了解哦，这个干扰是基本的佛法的知识，听经听了一年了嘛 ，OK？所以你靠什么参禅，我是不知道啦 ，OK？ 所以你自己去想法，哦，今年你学到什么物件，到底听经来边？你干，我相信你不是来干那来曼谷这边听经的，可能你不去别地方听经 ，OK？ 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经，所以你反观自己嘛，自己的参禅到什么 ？OK？ 这是有你知，所以曼谷真正感恩乱大家咯 ，OK？ 哦，尤其是哦。路人有一班朋友啦，有一班朋友，哦，路人是路人的天人啦，路的出世是一百八十的，啊，一班的朋友蛮得真感恩咯 ，OK？ 你头高你尾都无 miss 掉啦，这一百八十的天人啦，这是无简单咯 ，OK？ 所以咧，八十 percent 的天人啦，七十 percent 呀，路人不买回心 ，at least， 哦，路人有支持我人的这个课，诶，比较高，便宜可以了啦 ，OK？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做好乱大家，到这今年来边乱听经的这功德啦，到家手路人啊，他就这地位啦，真正紧咯。哦，所以这地位，到家手路人较紧，哦，他就这个生意的境界啦。OK， 是这感恩大家。无路人的这个来参加呢，所以我人的这个课呢，会使讲早就看门了。OK， 是早就看门了。所以因为路人的参加，所以我人的这个课会继续听啦。所以，咱个课会继续行，咱个正法搁再会继续，到底时间去练无咯？去练啦。加加减减，虽然是讲，汝人这边是十几人啦，哦，大家搁这课十几人，但是十二人不有 ，OK？ 所以 ，at least 汝人个这个支持哦，会十八条问题哦，搁再办滴问题 ，Facebook 啊，办滴 YouTube 啊，到这边咱个正法搁再会变传出去咯。所以，不真正一人不有听啦，我阿觉啦，十几人我去看。百几人，几百人去听，所以 at least 咱个问题是正法哦，讲个经哦 ，at least 搁在到底时间去练啦，去练哦。如来若是无这个参加这个课来讲呢，所以我人个这个正法就无代表到底时间去练了啦。哦，所以把阮这个时代较好去淡薄，咱有靠电脑逻辑，靠这个 YouTube、Facebook 哦，将这种个正法搁在传出去啦。OK。所以希望讲这种的正法，哦，慢点滴传出来哦。到底咱未来世啦，咱可以出世嘛 ？OK， 咱可以出世。可能慢点会经过老落来咯，可能你换别个身躯啦，你可能做着人咯，哦，但你如果有机会听到咯，要慢点是玩老师啊嘛，还已经过在继续到底要叫滴传滴流传啦，那咱慢点还。甲归心了嘛，问题系哦，离开世间了嘛。特别伊阿妈是叫大滴 YouTube 滴视频流传咯，所以这本是真好物件咯，哦。所以特别乱来无来参加来讲，咱课就无了嘛，无来讲问题就 stop 了，就经就无了。OK， 所以这本是大滴未来是不帮助着啦。伊问讲哦，我后是做人，无人啊，问题死哦，你出事做人的是问题本死哦，哦。所以特别可能有听到问题经过啦，可能问题家己个多啲来做人，个个听到啲问题家己经过呢，哦，未讲嘅嘛，啲物件，哦，所以这是真好物件 ，OK， 所以真感恩大家 ，OK， 所以咱嘅这个后礼拜四嘅这个课，咱继续听无啦 ，OK， 所以咱无去也无啦 ，OK， 虽然是讲2019年嘅课无了啦 ，OK， 所以咱这个课咱继续听，所以明后礼拜四嘅课就是明年咯。每年也考了啦 ，OK， 二考一九年考就了了，所以每年咱就是二考年 ，OK， 考一考，啊，我礼拜四二号啦，二号来讲，应该是讲 still holiday 嘛，哦，无啊，哦，一号是 holiday 嘛，哦，大家八点定坐嘛，哦，可能麻布啊，二号，你人爱上课，哎呦，咱二号爱上课，你唔爱上课，我人就恶掉伊。平和老人机，我解平在福利啦，哦，唔系，继续啦，所以话明年都变咯 ，OK， 明年都变。
所以问题是这个早餐菜的午餐的部分是上啦，七点半到十一点半 ，OK。啊，这个未使停啊，停落去问题就散了。好，啊，这个不好理的啊，啊，不好理的，那会使停啦，特别我唔知去边度摆尔咯。好，我买来会使，啊，我知咯。问题就准备将这个摆出去了，去边度摆，接边度摆物件 ，OK。所以我们这个节省的班就没了啦 ，OK， 三十一号后礼拜后礼拜二，我们就没课，因为明天出门啊，后礼拜二早起十八早餐明天就出门啊，我提前两班参加并且发挥，所以后礼拜二就没了啦。这礼拜真正就没来，特别我已经休工了啦，休工了 ，OK， 所以爱各在节省的参加这个节省班，明年啊，明年各在来 ，OK。所以三十一号自己呢，应该是拜二嘛 ，OK， 无节省的班啦，所以下晡餐的供养问题分无去咯，所以人爱就早餐的供养啦。三十一号早餐供养是第八一个早餐供养咯，哦，过了就是爱明年啦，明年咯 ，OK。所以到底一月一号呢，问题不多平安啦 ，OK， 用早餐餐下晡餐，所以人唔通来问题的所在。啊，做下晡餐共享餐，做下晡餐餐早餐共享啦，这是后礼拜三 ，OK。所以，这先祝福大家2020年新年快乐 ，OK。所以，我们就到底2020年一月二号啦，我们就在到底这边渡边啦 ，OK。后就是后礼拜四 ，OK。所以，落来呢，人来拜拜下关参回乡。所以，人来将近今年人所做行经。做好的功德，咱来下一个大回向啦 ，OK。可能白白先来念这个四句：事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时亦失有何乐？毗达弥达曼萨瓦南阿萨瓦甘亚瓦安厄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毗达弥达喃毗巴那萨巴迦哟诃多，以我布施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毗达弥悉啦玛嘎巴拉耶那萨巴迦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滋味。毗达弥不念阿萨瓦迦耶瓦安厄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获得大自在。毗达毗达多萨达摩达弥吽多萨迦达摩萨比毗萨达，愿正法久住，应一切众生向法致敬。毗弥那不念伽弥那玛比巴拉萨玛嘎婆萨旦萨玛嘎婆诃多亚瓦底巴那巴底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异于之人，常遇善之事，直到体证涅槃。伊玛诺不涅巴嘎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比萨达苏提昏多，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毗达弥耶帝南无多苏提达昏多耶达哟，毗达诺耶帝南无多苏提达昏多耶达哟，毗达摩耶帝南无多苏提达昏多耶达哟，毗达瓦达迦弥三菩提不涅三菩提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多罗三藐萨巴三菩提悉提耶，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圣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沙嘟沙嘟沙嘟，阿罗来，咱来拜拜，顶礼上波，拜不参信僧，伊玛雅达曼，
佛当不觉你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喜玛雅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雅达玛不觉你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喜玛雅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雅三堪不揭弥，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喜玛雅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雅玛达毗多喃不揭弥，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喜玛雅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雅阿迦利亚喃不揭弥，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啊，如来门第来做好，如来大家。萨比迪欧比巴赞多萨巴罗哥比那萨多玛迪巴巴文达拉尤苏基迪卡尤哥巴瓦阿比瓦达那西迪萨尼扎摩达巴扎伊那扎达鲁达玛瓦坎提阿尤万诺苏坎巴拉巴瓦多萨巴曼嘎当拉坎多萨巴提瓦萨萨巴布达诺巴比那萨达萨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当拉坎多萨巴提瓦萨萨巴达玛诺巴比那萨达萨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当拉坎多萨巴提瓦达萨巴桑卡努巴维那舍达舍提萨万多提。好，咱今日讨论佛法，结果到这边为止啊！大家晚安 ，Everybody good night。